谷以副执行长陈康威先生要来上台颁发最受欢迎的奖项。那陪同的呢，是我们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总编辑吴新迪先生，欢迎。的是，一热烈掌声哦！飞鹰大乐队，飞鹰大乐队呢，可以算是呢我们目前歌台上呢非常抢手。那我还以为我们的乐手换成女的了。老师，我们要请老师，请四位都到我们的前面来哈。是的，刚刚说到一半哈，飞鹰老师呢算是目前的我们歌台界当中呢非常抢手的一班大乐队，然后呢在很多我们呢大大小小的场合都能够呢看到他们为众多的歌手们做伴奏。是的，相信呢他们四位呢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也不陌生啊，因为呢在每一年的过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演唱会也都是由他们来伴奏，就在这个地方，对不对？那我们的成员呢包括了有我们的阿厚老师、舞王仔仔老师、钢琴手，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他？阿光老师，阿光还是阿光？阿光，阿光，光啊！阿光老师，还有我们的贝斯手是 Morris 老师，所以呢，四位啊齐力核心，然后呢，可以为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歌手们带来呢音乐上的一些呢非常大的一个享受。我要请阿福老师为我们讲几句吗 ？Leader。来讲两句，感言感言，因为平常都看老师哦在动手，都很少动口，对不对？不好意思，不大会说话。第一呢，我要感谢《新民日报》和《联合晚报》主办这个歌台红星大奖2018，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在台上拿到这个奖，谢谢你们，谢谢。第二呢，其实我要感谢我们配音音乐的老板阿莱先生，他给我机会。来到这个飞鹰乐队，还有我们三位老师跟我合作两三年了，大家都合作很愉快，谢谢你们，谢谢。再一次掌声，谢谢飞鹰乐队。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立新老板陈志宇先生，他给我们飞鹰乐队很多机会来表演。歌台啊，演唱会什么，真的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谢谢。我们还有一些歌台艺人啊，主持人，还有一些赞助人啊，还有一些台主啊，谢谢你们也给我们这个机会，谢谢。我们会继续努力的，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哇，还看到佩芬的这个，谢谢佩芬的歌迷哦，非常的专业，在转圈圈的，谢谢。谢谢 thank you 接下来我们要来颁发的是最受欢迎新人，那他今天呢因为有事情没有办法出席，我们也要恭喜郑巧儿，恭喜郑巧儿是年度最受欢迎新人奖得主。接着呢我们要欢迎的呢当然就是我们的最佳歌台服装奖的得主，要来欢迎我们的吕伟伦。简单的讲几句，待会儿演唱的时候还可以再讲。
谢谢我们的主办单位，我们的新民日报以及联合晚报，举行这个歌台红星大奖2018，给我这个机会可以穿着漂漂亮亮的站在这个大舞台，感谢你们，也谢谢我们所有观众给我的支持，下来的日子我会做更漂亮的衣服给大家看，谢谢。谢谢林伟伦先生，恭喜您得到最佳服装奖，实至名归啊，而且有力，很好。是，接下来。 我想，明星台主呢，现在你不用乱走，不用走，来就好，你是行长，可以往前一步。平常都在后台，平常都在后台，嘘，你们不要破坏我们的颁奖典礼好吗？现在是颁奖，好，那我们要请我们的陈志伟先生为大家说几句话，再次掌声鼓励，欢迎他。 你们跟我分享按赞，大家应该是很熟悉这句话，对不对？现场有多少人看过我的歌台直播的？请掌声一下，谢谢你们。这句话呢，在上个月说了50次，在我的 Facebook 直播歌台说了50次，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去年啊不是今年的7月。 我总共直播了27场，总吸引了300万人的点击观看。平均一场演出大概120万，对不起是120千12万的人观看，跟1820000个按赞，这些成就都属于大家的。18年来。 一路以来，我都秉承着发扬歌台，跟将歌台推广到世界各地，也是我一路来的宗旨。所以今年第9年，连续第9年，我觉得我开心的不是因为我连续拿了蝉联第9年，而是新民日报跟联合网报对我们歌台不离不弃。
连办了九年，我们是不是应该一个掌声给我们的新年老板？谢谢你们，让我们歌坛也有出头的一天。OK， 首先再一次感谢一下我们的媒体朋友，我们的记者老爷们，这个月辛苦了，对不起啊，如果这个企业对你们的那个讲话有点不礼貌的话，多多体谅一下。然后谢谢投我票的朋友们，还有我的家人啊，谢谢我的家人对我的这个理解啊，还有最要感谢的是我两位宝贝杰伦跟铁伦啊，在我最忙的这个月里面呢，没有给我问题，乖乖的听话。七月忙完了，赶快帮他添一个妹妹啊，杰伦铁伦 ，Happy Love You。OK， 所以呢，下个月呢。我将推出新加坡首台，也是首两的歌台直播车正式面试在我们的市场，所以我们歌台呢也是第一次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直播车，所以我投资这直播车呢将是我们接下来歌台的直播的最强的利器，所以呢可以把我们的歌台的直播数字推到最高，最重要呢。我们要成为路边的电视台。OK， 再次谢谢大家，我爱歌台，我爱你们，谢谢你们。谢谢志伟，恭喜。好了，咱们颁奖典礼越来越精彩哦，还有很多很多的奖项还没有颁发，现在我们就要马上要来听歌了啊，要来欢迎刚刚出炉的最佳歌台服装奖吕伟伦先生，他为大家带来的歌曲《为青春欢唱》，掌声欢迎 SM 吕伟伦。